来这一个。哎，听话这个啊。哎，我如果像你这么听话就好了，你说在家睡个觉多好。哎，还生气了，看没有，吐舌头了刚才啊。都看见你了，这事儿。是不是跑不掉了吧？大红腿，我去这个啊，还要迎接我这个啊！哇，看这个真是过瘾，两个大红腿，漂亮吧？一斤左右，差不多吧？哎，别看水浑呀，朋友们啊，别看水浑，你看这个，哎呦，呵呵，吓他一跳啊！这个啊，你看，真好这个，来。同里你看啊，都是伙伴，是不是真好？哎，水太浑了，朋友们，这个地方，你看还在这吃的，是不是？真好啊！啊，这个，我的个妈，这个太过瘾，这个啊，这么大一个。这边，这走着走着，看发现啥？二眼鱼，真漂亮，这个啊。你看这个还不小的这个，来吧，同理，我的妈，看还喷沫啊！又说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怎么跑呢这个啊？冲王洞，朋友们，不要慌啊，我看在不在啊？在啊，拿出盐。啊！我一下给它下进去了。出来了，这个看到没有？再来点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呦，快要抓住它！我的妈，这个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，朋友们。我以为他要跑呢，你看，生气了吐舌头，看到了吧？其实赶海呀就是这样，朋友们啊，走着走着你就仔细观察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说？哎呦，这个有故事，朋友们，寄居蟹背着邻居家孩子出来玩呢，看小海螺，就不给它掰开这个啊。再放这地方吧，看一直找不着人家孩子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像这种还在这爬，看没看见？是不是有点反光？出来了，香螺。不说现在的螃蟹，朋友们，你看，啊，都不正眼看我了，知道我一过来，你看，知道双手迎接我了，你看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看他，啊，这个时候也挺好的，这个。你看，在这儿一个，啊，哎呦，嘿，也挺好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活蹦乱跳的。来吧，来吧，你看没有？现在看见我都这样，直接不怕我了啊，都直接过来了。哎呀妈，这个还不小，这个啊，这不是青蟹，朋友们，这花盖蟹，这个肥度也可以了。